啊，姑娘，我看你倒是长挺漂亮的啊。那个，要不然这样，咱们呀先加个微信啊，陪车的事儿呢，咱微信里聊，啊。好啊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姑娘，就我这车，你还真未必赔得起。不过我呀，一看见漂亮小姑娘，我心就软了。哎，正好我们要出去吃饭去呢，要不咱边吃边聊？林凯瑞，没问题，别着急，我先忙正事儿啊。这我林狗瑞，哎，哎，你怎么知道我这外号的？你加上微信啊，以后咱们单聊。哎，徐先生，你干嘛呀？做我女朋友吗？啊？什么？勉强。别等会儿，截胡了是吗？他怎么也去看话剧了？居然还在我边上。我饿了。想吃什么？你做的。这一条，你真不帮我调了？没事。香还是蛮香的，就是闻着吧，感觉有点酸。我又没放醋。真的？那我怎么闻到了呢？所以，我今天要是不回来的话，你是不是跟他一起看？哦，原来你在生这个气啊！我不该生气吗？我是不是应该把票给他，然后发微信给他，跟他说正牌男友这周回不来，让他这个备胎男友好好陪陪我女朋友啊？也可以啊，上道呀，男朋友。你不打算解释一下？为表敬意，先干了这瓶老陈醋。你说我男朋友对我这么好，还惹他生气，太不是个东西了。少在这卖乖。好好拿着啊。陆总啊，哎，向远，我想问一下，您今天的那一张话剧票是在哪儿买的？哦，
放松了，怎么了？哦，那没事了，谢谢啊。钱，你冤枉我了。那要不我把那陈醋干了。送你吧，不用了，你去上班吧。就是想跟你多待会儿。我车呢？你昨晚开车了？啊？今天第三杯了吧，喝太多不好。我真是闲的，跑这儿来吃醋。哎呦，我的车！哎呀，哎呀，姑娘啊，你这手够重的，我这车停这儿都往前去了一米了吧？发动机没坏吧？对不起啊。这对不起有什么用啊？您怎么不知道小心点呢？您说个数，我赔。啊，姑娘，我看你那儿长挺漂亮的啊。那个，要不然这样，咱们呀先加个微信啊，赔车的事儿呢，咱微信里聊啊。好啊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姑娘，就我这车，你还真未必赔得起。不过我呀，一看见漂亮小姑娘，我心就软了。哎，正好我们要出去吃饭去呢，要不咱边吃边聊。林凯瑞，没问题，别着急，我先忙正事儿啊。这我林狗瑞。哎，哎，你怎么知道我这外号的？你加上微信啊，以后咱们单聊。哎，徐先生，你干嘛呀？做我女朋友吗？啊？什么？勉强。别等会儿，截胡了是吗？原来她就是笛卡尔女朋友。什么笛卡尔？就是之前用笛卡尔曲线追的那个女孩。啊？这比我还老的套路啊！我也觉得，不过你刚才是不是撩了人家女朋友啊？徐总会不会？啊，我是他老板，他能把我怎么样？